印尼莲花陈秀琴问的：尊敬的师佛师母，阿弥陀佛，敬诵佛安，师佛慈悲，为救度更多的众生，慈悲传下四福清净咒与清净扫把，弟子非常高兴，便已请购两套。哇，他买了这个呢。最好每个人一套，他请了两套。弟子现以古稀之灵，弟子对往生要先做准备，弟子斗胆祈请 持念满十万遍的金刚萨斗清净咒之扫把，可和用于弟子往生时同时陪着弟子入关烧化。他意思讲说，他那一根扫把可以不可以跟他一起烧化？可以，你喜欢就可以。弟子深信清净扫把已得师佛的大加持，弟子等又得到摇冠加持，令弟子又修释迦行法，时时念咒，则这扫把已得到三种大加持力，对往生的障碍阻扰及业力等等会得到消除庇佑。弟子叩请指示是否可行，敬送佛安感恩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将来啊，你带着这个扫把去啊，这个如果有这个不好的人要来接引你，或者这个恶灵恶煞来接引你，你扫一扫烦恼清，二扫霉运去，三扫业障除，对不对？你业障消除了，那些全部都消失掉，那些不好的全部都让你扫光了。前面只有一条路，非常清明亮丽的登天或者到佛国净土的大道。啊，我们正佛宗了以后，这个走的时候啊，身边都陪着一个扫把。很好，可以帮自己扫路。那没有这个，另外有不好的来一扫，把它都扫掉了。